講出三個胸大好過細嘅原因。着衫靚，好咋？做咩？男朋友開心。你中意大波定平胸瘦？而家呢個問題我就真係點答好咧？平胸瘦。Merry Christmas！適逢今天是聖誕節，我就是聖誕傻妹，我是 Yumi。 今天呢，我們就來跟大家玩遊戲，玩五秒定律遊戲。只要你在五秒之內答對我們的問題，答中連續三題，那你就可以拿錢走了。好，我們事不宜遲，我們玩一玩遊戲吧。 Go！ 我竟然在街上撈到林林啊，黐線！我想說我們不是做馬，我真的這樣看到你的樣子有點像林林。我是林林。片啊！咁我哋今日咧就玩五秒定律，咁只要喺五秒入边答到问题，连续答啱三条咧，就可以攞走100蚊啦。OK， 有冇信心？有。第一条问题，讲出三个性玩具嘅名。啊，飞机杯、棍棒、架。系系啦，我都明呢个词好难讲出口嘅，但系 OK， 你 pass 咗。即系呢啲名又喺个小妹妹嘅口中讲出嚟，真系唔系好恰当啊吓。熟噶咋？系啊，讲出三个你想同名人做爱嘅原因。大哥靓女高。我发觉咧，男仔通常都系讲高啦、大波同靓女咯。你觉唔觉啊？觉啊。最快谂到嘅三个。哦，即係你自己的要求都是咁嘅。自己要求唔係係暫時腦海浮現出呢三樣。講出三個你可以在房入邊揾到嘅嘢。海床枕。OK。好，第二條，講出你三種最喜歡的性愛姿勢。嚇？冇啊！啲夠鐘。尷尬咯。尷尬咯。讲出三种预防怀孕的方法。你熟悉啦。避孕药、避孕套，同埋有个子宫环。OK， 啱啱好。讲出三个胸大好过细嘅原因。着衫靓，好咋？做咩？男朋友开心。你开唔开心啊？咁。好开心。哦。一个手先啦，你一乖啊！我只手冻啊！我的手暖咪得咯，超暖喎！但系咧，我想讲，你好，第一次见啊！我今日要介绍大波妹俾你识，咁犀利，就系 Yumi 啦！好紧张啊！我系个个 fans 嚟噶，系咪好正啊？紧张咁样，网上面讲啲嘢，等佢死得噶啦！我有睇留言嘅。你中意大波定平胸瘦？而家呢个问题，我就真系点答好咧？平胸瘦。讲出人出轨的三个原因。空虚寂寞冷。咁你空唔空虚寂寞冷呢？都五年噶啦，呢个情况维持咗。唔惊，我七年啦。咁你哋都几夹喎。今晚得唔得闲一排？讲出三种预防心脏病发嘅方法。低糖跑步。过咗五秒，但我想问，大氧运动系会加剧呢个心脏病？喂，咁嘅，好搞笑。讲出三个你唔应该喺嗰度做爱嘅原因，唔系地方。学校、警署、街。点解唔可以警署做爱呢？公共场合咯。正常人都唔会谂起喺警署嗰度喎。咁话唔应该啊嘛？你睇咗啲乜嘢啊？究竟？我睇啲咩？讲出三个你背叛你男朋友嘅原因。有靓仔过佢嘅咯，细心过佢嘅咯，高过佢嘅咯。你个贱人！讲出三个会令你湿透嘅原因。三个令我湿透原因，冲凉、跣亲同埋饮水。即系饮水会令你湿透嘅。拍廣告嗰啲淋到自己成身都係嗰啲飲得一滴嗰啲啊！哦，你整到濕曬喎！有人噴出嚟嗰啲水。我聽咗啲乜嘢？當你答啱。呢個其實唔係十八家問題嚟嘅，普通問題嚟嘅啫。但係你轉咗做十八家咯。黃標專員嚟噶嘛？嚟啦！嚟啊嚟啊嚟嚟！講出人同動物發生性關係嘅三個原因。因為個動物好大隻，個動物隻腳好長，同埋動物生得好靚。有，即系我想讲咧，咁样
佢講即係點解想中意嗰個人啊？高靚同埋大波，動物咧又係腳長。我個官啊生得好靚。咁你咪好中意 Yumi？ 都幾噶。咁你真係唔中意我？中意你多啲。跟住日日上堂喺度睇。哇！我將你推介埋俾啲老師咯。多謝你啊！誒，推介埋俾老師 OK 喎。老師都好中意你。哇！第三題，講出尺寸重要的三種原因。身高嗰啲啊？你喜歡咩尺寸都得噶，你話手指長短又好，身高長短乜嘢長短都得噶。男仔高啲吸引啲，手指長啲易攞高啲嘅嘢，跟住高啲長啲對鞋大啲，長啲，唔得啦！我發覺林朗係金魚記憶啊！blue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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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ue， 講出你想同護士做愛嘅原因。手勢好，吉開人，制服。制服有話你都啱啊？梗係啱啦，喂，好啱噶，大佬啊！你而家咁樣，我上天噶啦。適逢聖誕節，我就笠咗我頂帽俾佢，但我唔係俾綠帽你戴啊，我俾頂帽你戴噶咋。幫我笠一笠個頭先。嗱，笠一笠個頭安全啲啊嘛，係啊，即係我驚你凍親。好接得喎。係啊，好，我驚你凍親啫。係啦，咁霍哥咧就喺五秒入邊答到我哋問題，而且連續答啱三題，所以恭喜你啊，霍哥。耶！不如試下你問翻我哋啊，五秒定律，你問 Yumi 先定問我先啊？我問 Yumi 先啦。可以啊，嚟。單身七年想破戒嘅原因。因為身邊個都拍拖，因為身邊啲 friend 已經生仔，因為身邊啲 friend 已經結婚。想唔想生仔？唔想。好。佢唔想同你生仔啊，唔係唔想生仔啊。考慮下。有得考慮。有得考慮喎。食雞。OK， 即刻走啦，佢哋要。咁我就幫佢哋 book 定個場先。我有。想同消防員做愛嘅原因？因為射開嘢，跟住因為好大隻，因為跑得好快，持久力好夠。擔得啊！擔得係咩意思啊？擔住啲氧氣筒上樓梯㗎。哦。站立動作冇問題啊。我哋講個聖誕快樂，不如同觀眾一齊講聲聖誕快樂。我哋要再興奮啲嘅，一二三，聖誕快樂！企唔穩索。Kelvin Science 而家火熱招生啦，同你對準公開試評分準則，教你必勝技巧。而家報名仲送你免費試堂啊！快啲 WhatsApp 我哋啦。講出三座山。獅子山、鑽石山、喜馬拉雅山。鑽石山咧就唔係山嚟嘅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鑽石山，鑽石山，好 Q 啊！呢個真係，即係佢係個外貌主義者嚟嘅。即係如果無論係呢個動物啦、人啦，都係要靚。喺後面，後面。今天玩得很開心啊！錢我們就派曬啦。咁我們都希望大家玩得開心，你們咧都看得開心。同埋記住繼續 CLS 我們的 channel 啊！今年聖誕希望你們過一個温暖又開心又浪漫的聖誕啦！最緊要平安啊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打自己。聖誕快樂！聖誕快樂！喂，如果大家咧過開嚟銅鑼灣，記住去公子妹投公子小姐五號一票啊！邊個？五號係我啊，其實大家支持一下我，我嘅一票好需要你噶，投票啊，投票啊，你都要投啊 ，Cam 妹，投票啊，真真部機，投票啊，投票，投票。